如果有人陪伴，谁愿意坚强？如果允许软弱，谁愿意独自扛起？只是可惜，除了自渡，他人爱莫能助。林徽因曾说，这个世界没有不带伤的人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，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。人生海海，一路行走，难免会遇到难以逾越的困境，也难免会因为别人的冷落和嘲笑感到万念俱灰。而那些内心强大的人，则会把这一切视作一种自我修炼的力量，把那些苦难踩在脚下，埋在心里，乘风破浪之后走出逆境，成为生活的强者。所谓人生自古多磨难，世间冷暖皆自知。人潮拥挤，让自己感觉到恐慌，那就别犹豫，选择去飞翔。我要光，困境中给我力量，即使独自一人也可以去抵挡。我的光，黑暗中依然最闪亮，因为它是我最温暖的光。我的光，闪耀在要去的地方，即使独自一人也可以去飞翔。我的光，黑暗里想得那么明朗，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，觉得人潮拥挤，让自己感觉到恐慌，那就别犹豫，选择去飞翔。我要光。